要很技巧。哎，啊，那我都可以啊。发，哎，都可以。哎，大家就你有意愿，他不是已经发了吗？哎，他不是已经？哦哦哦。哎，大家就坐下哦。哎，坐在位置，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现在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那个有看有看大家那个留言的，因为我们今天是迷之。所以我们要怎么做？对，我们是迷之座位图，因为很多人都下赌，你说我们要怎么做？所以我们自己凭感觉做吗？梅花座不是，那我就坐大腿啊。我们叠着坐，我坐最上面。那个表哥坐这边，哎呦，然后织田坐中间，哎，然后宇腾坐这边。哦，要我闹他就对了。不是不是不是，是因为他们上次觉得妯娌之后的感情很好。哦，真的吗？所以请大家请坐，请坐。因为他喝了是非嘛。请坐，请坐。然后觉得两个那个男生要保护的好大家，所以这个是大家已经开始了，已经开始了。哦，这边我们开始了，硬生生就开始了，有没有？这边已经开始了。这画质真的是醉了，为什么？哦，你叫他大家不要看那个画质，叫他去看那个 VTV 的，请去看 VTV 的哦，谢谢。因为那边只是方便让你们可以看问题而已。哦。好啦，可以坐下来吗？所以现在可以坐下来了，因为我们现在有 VTV 直播。怎么1001是什么意思啊？啊，坐好自己了。1001是什么？那我坐你好了。坐我。这你表弟给你坐。好，坐表弟。好啦，你们一直把表弟跟这个东西拿出去。啊？又不然你可以从后面捞起来，后面有两只。我们要不要去拿？独家拿到的、欸，我们要了好久哎、欸。什么东西？小姐才给我们，你戏也太好了吧！你快哭了， yeah, yeah. 神经病！你看你，这好好笑，子龙，呼呼，兄弟怎么变这个样子？龙一跃掉地上了吧？为什么我一脸喝醉的样子？为什么你头变那么大？子龙，啊，你在这儿，你在这儿，哎，是我们，哎，你打瑞佳，你打瑞佳，哦哦哦，应该的，应该的。那这个，哎，这个就是魔王拿的啦。我们在玩游戏，输了被这个打脸。那个没有了。刚刚看完对不对？他自己塞那个要玩游戏。好啊，你可以边吃边吃你们新的那个筷子的部分拿起来。对，你们自己要捞，就是自己捞。我怕那个沾喷到。啊？对，赶快把他宝贝的放起来，可以把它放。先不用紧张，不用紧张，你们拿着我吃。打他！对啊，哎，我怕沾到，我怕沾到，不要打我，我怕沾到，烦哦，这个我现在拿着，我现在你不当主持人太可惜了。哎，对，有人叫我，有人没事啊，没事，好了啦，听了。今天有人叫我要离开，真的？对对对对，因为他觉得，哎，突然从门口的，哇塞，又你点的，对，没有，帮忙拿杯子跟那个，OMG，要几个杯子？我想吃牛，我帮他，我帮他，然后我就一点点，我不能跟他们尬了。对啊。好的。你不要紧张。在，你帮。先让四个杯子跟那个冰块，然后。帮你们一下，我帮你们一下。对。哎，他们是有正在直播，所以调整一下镜头，要怎么调整比较好？我们用横的好不好？横的四个人都有。你们助理在哪里？我在这边。可是，对啊。你们要看 VTV。我好像老头。对，请看 VTV， 要看去 VTV， 对，画质比较好。VTV 那边，因为 VTV 的部分会有高清直播的部分，好 ，VTV 的 apps 或者是 VTV 的 website， 然后 IG 的部分就让大家看问题而已啦。要吃什么？好，但是没有关系。那个 VTV 会有四个人的，会比较全面一点，比较清楚了。对，比较清楚。你要跟好，那我把它放好了。牛舌拿去。好，把它放好，因为等一下就是如果万一有一些那个问题。问题。哦，我们刚刚讲了，因为大家叫我今天放假，叫我今天不要在这边打扰你们俩。给他们俩镜头。哎，大家叫我不要打扰你们的、那我们就真的只在吃喽。就你们在吃，他说叫我要交棒给你，就是没有那个叫我。交棒给谁？给织田。交棒给你。你干嘛呀？重责大任。为什么？真的啊，大家就叫我要离开。不能啊、就叫我不要在这边，这样我怎么吃？因为大家都知道你要吃，对不对？对。好的。你不要走啦！好啦，我没有要走啦，我现在很快的问大家。还没熟啊。你们边吃，然后我们边问大家问题哦。
哇，因为 WBL 已经开始要那个做吃播，吃播了，现在吃了。我们今天在做吃播的合作嘛。吃播。哎、欸，可以。好，然后，哎、欸，我们有几个啊？那好，大家在问开始了没？开始了没？好，想问一下，哎、欸，子红跟佑跟你们最爱的食物是什么？汉堡。汉堡包，哎、欸，对你很爱汉堡哦。对啊，不是黄雀吗？不是，不是啊。哦。哎，但你喜欢吃什么样的汉堡？佑堡。佑堡。吃饭，吃饭，吃饭。哎、欸，吃饭啊！哇，打冰楼啊，给我谁哦？冰楼。哇，这么快速的就一分。马上得分 ，OK。好快速。得分，得分。加一，加一，加一。挖坑的。佑堡。好，来来，我们回到汉堡这个主题好了，不讲佑堡了啊、哦。你喜欢吃什么？嗯分享一下，分享一下。哎哎哎呀！你不要轻易动刀哦。红茶。好了，好烦哦。加两分。好了，我好厉害、哦。我先暂停一回合，我先暂停。你们先，你们认真。你们没有套过吗？没有，没有，没有。好，好，好。哎、欸，等一下，如果有那如果中间有突然停止直播的话，就是代表我们真的出了一些事。对，我们真的出了一点事。我们先把子红前面的刀叉先收起来。先收起来，先收起来。对对，因为我有点怕啦，我有点怕。拿筷子就好了。啊，你喜欢吃什么？汉堡，汉堡。我喜欢吃肉啊，肉。他喜欢吃肉，任何肉吗？任何肉都吃。小心加，不是红肉吧？你喜欢吃红肉还是白肉啊？哇塞，红肉 是太厉害了！我帮你下红肉。来点红肉吧，今天都是红肉。红肉 OK 吗 ？OK。喜欢吃吧。好吃吗？你们两个可以开一个节目了。可以好夸张哦，今天太快了。你也穿得太红了吧？哇哇，紫红啊，哇，好，跟这肉一样红哇。哎、啊欸，我可以讲，表哥可以讲。谢谢谢谢。表哥帮他服务。嗯，你要几分爽？很深的也可以。他们现在问很深的也可以。你都要好好小心想一下哦。哎、欸，那个可以了，可以啊。你不要吃太熟的。OK。他怕他吃饱了。那你们两个喜欢吃什么？不是啊，我们都讲了，你们不讲。哦，我喜欢吃肉啦。哦，我也蛮喜欢吃肉的。对对对，好，如何表弟如何？没有，红肉白肉，那多吃一点，多吃。啊，我喜欢吃鸭血啊，我超喜欢吃鸭血。哦，关我屁事。好，那没关系我。没有，我帮你返回一层。那个他们说鸭血好吃的话，请表哥喂那个表嫂鸭血一颗。鸭血，太棒了！我正好觉得鸭血很难夹。这家店的特色是这个，真的，等等，他的鸭血非常好吃。你不要给我捞辣椒起来或辣油。没有啦，他的鸭血真的好吃。好，那你给瑞佳来帮我，瑞佳服务一下。欸，他会乖乖。表嫂真的厉害。欸，你要喂他吃啦，不是让拿着给他吃。你用筷子帮我分小块。然后用小块喂我，那你需要表嫂自己 Q。哇，你拿这个方式好 man 哦！你需要用刀子把它切开来吗？还是要子红来切？你这样拿好像子红拿刀的姿势哦。哎，我不就在你旁边，你怎么还打喷嚏？不是，没有人说你坏话，只有我。你是我最大的黑粉。来来来，喂你喂你，我真的不是你的黑粉哎。对吧？我不算黑粉，红粉对，红粉支持。哎、欸，会沾到。好，你的碗，你的碗，我的碗。对对对。怎样？好吃。记住一个，够未解味。他要打喷嚏。哎、欸，抽屉里面有卫生纸、哦。对。哦。好，你要吃这么大块、哦？我们已经吃了，我们不需要整块吃完吗？哦，不用整块吃完，没有不用整块吃完。好。哎，怎么跑到我这边来了？对啊，因为刚刚那个……那我们轮流啦，轮流。主持人吗？好吗？主持人呢？哎，对，因为主持人那个要 Q， 好。好，来接水，接水。哦，谢谢。喝白的、哦。哎，然后哎、啊，这问题是问 you， 请问 Sam 跟表嫂一起掉入水里，两位同时腿抽筋，你要先救谁？什么？就如果有一天我跟他都掉到水里，然后脚都抽筋，所以我们都没办法游起来，你会救谁？你在讲废话吧？哎、欸，注意了，这是陷阱题哦。
没有，这是网友，我这是网友说的哦，网友的哦。他的动作已经表明一切了。没关系，你救他，我游泳队的。天宝，你脚抽筋了，双脚抽筋，双手也抽筋，头也抽筋。那已经挂了。他不会游泳啊！这个状况在陆地上就是痉挛，所以你救谁都是同归于尽。对对，他不会游泳哎、欸。对啊，你派他去救人什么意思？他说假设啊，他说假设。你是哎、欸，一个问题三条命哎、欸，同归于尽哎。这好热。对啊。对，然后大家问说，请问如果是 WBL 男团的话，你们觉得你们会是什么样子的男团？譬如型男啊，型啊，或者是怎么不行呢、啊？或者才艺团呢、啊？才艺啊，怎么不才艺啊？你们觉得还有什么？没有，他们就举了这两个例子。那都有，我们自己想的。对，那你讲，如果成团的话，里面的团长会是谁？那子红啊。不要沒有，通常能力越大责任越重。我觉得子红就是你了，就是你了，发言人，发言人。四个人举手。好，我举指对方，指对方。你们只觉得要对当队长谁，而且要闭上眼睛指哦。闭上眼睛指哦，来闭上眼睛准备，要指谁当团长？指乔姐，全部指乔姐。小姐，我觉得你把这边剃光一点会蛮好看的。我去变。好，准备好了没？眼睛闭起来哦。要觉得要当团长的，那前提是不能指尾鱼哦。好，绝对不会，绝对不会。好，闭起来。绝对不会，绝对不会。他们无论哪一个，我们团真的都是面团的。第七可能我们就是在状况外哦。啊？有聚会吗？什么时候组这个团？啊，组团啊！我是团长。团长，那他不会那么骄，他不会那么惊讶，他就一直微笑。欸、然后最后再问什么意思啊？对他刚刚什么意思啊？团是什么意思啊？好，闭起眼睛，五、四、三、二，来，谁？你这是谁？我们可以看了吗？可以了。你是谁啊？已经开了、啊。哎呦，没有，团长都是那个很不想当团长，可是偏偏就最能当团长的那一个人。帮来看留言啊。你只能不是你只能去把这个位置交给李琦了。裸裸好了，李琦我怕会出事。裸裸，我觉得我们就是别种团的。对啊，我们的那个风向不太一样。什么意思？因为裸裸是比较喜欢看文章的那种，我觉得我们就会走书香团了。很好啊，很好吗？很好啊，你不是也读蛮多书的？我读书归读书啦。我该做到的事情，我还是做得蛮好的。好比他喜欢吃红肉啊，你喜欢喝红茶、啊， okay. 你喜欢吃汉堡啊。下一题。汉堡都有嘛？因为他们才刚看完吧，第四集。哦，对啊，对啊，对，第四集看完了，然后好在前面看他们，看他们，他们会在另一个世界啊。你妈坐近一点，太厉害。好，第四集看完了，但是因为我们上个就是我们昨天其实有试出了子红跟佑在那个对戏的时候，对对，第三集的对戏就是在讲那个那句话，他在交戏，对不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大家觉得会非常非常的暖心。那有没有交啊？分享，你以为自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吗？然后呢？就他昨天上了你教我这台词的影片。我昨天太忙了，没看到。然后我们昨天比较忙。然后呢？他的意思是问，还没讲完吧？对，没有问题有讲完吗？没有吧？没有，我是说，因为大家的反应非常好啊，就是觉得是非常的暖心跟那个非常。你们就是你们在拍戏的时候有什么样的东西是，譬如说你觉得彼此的陪伴或者是比较难挑战的？的部分吗？你说拍戏什么东西比较困难，是不是？嗯，你们两个是可以，你们也有啊。你觉得你们两个最难的是什么？我们两个最难，在演这出戏，自己觉得最难的。不然这样讲好了啦，在演之前你觉得最难的，还有演完之后你觉得其实最困难的是什么？你真的人才，人才哦。我也是。那因为大家有说刚第四集，他在想要回答哦，真的、啊，你觉得他在唬烂我？对，先跟我进去，谢谢。丑一，你刚没我随意啊，哦，
还好没看到我。第一次听到这你干杯我随意这种，罚他，一般都是我干杯你随意。哦，我在镜头前吗？不好意思，干杯嘛。表现怎么样都蛮可以，好不好？有要讲吗？这有啦，有要讲，这个可以讲一下。你觉得嘞？没有。你觉得？拍摄之前最难的，我觉得最难的是，在拍摄之前最难的是，我要怎么样让这个东西跨越性别？对对对对对。因为很容易被框架住了。对。哎，那你觉得截至目前有吗？有还是有，可是比例不多吧。对，一半一半吧。毕竟这个东西其实蛮有挑战性的。所以你已经成功一半，三分之一，成功三分之一。那你觉得拍完之后难的还是这个吗？就你再回顾的话，你还是觉得这个是最难的吗？真的难，真的难。你还是选这个？拍完之后真的难，真的真的。情绪、没有，他是说就是要怎么样做到，大家没有在意在性别，反而是在意爱情本身的那个流动。那又呢？没有，我拍前的话就其实紧张啊，很惊啊。压力很大，对，就因为我毕竟是第一次拍戏，然后就比较紧张的比较多，然后拍完就是我回去看自己的东西的时候，也是特别是情绪比较重的地方嘛，不满意，对，不满意，然后比较难，为什么不满意？对，你知道，因为他要求比较高啊，你知道，啊，没事，没事。没关系啊，没关系，我们都很满意，我很满意有你这个表弟媳啊。哎，那你们两个嘞，有没有哪一段是觉得难演，或者哪一段觉得什么？你就面瘫啊，你就面瘫难演，你现在面瘫就觉得很难演。我觉得我第一季好像，反而跟，哎，我可以夹吗？那个高士的也还蛮自在的，我怕你拿刀捅。因为夹个肉，我觉得那个表弟之间的那些互动是。我觉得是我想象中我想要的那种互动，所以很多的东西是我自己去加，然后不想要让高士德知道表哥会做什么。所以子荣知道你哪一段戏是你有加，但他不知道。我们可以留下次吗？啊，留下次好的，没话讲啊。然后但是我觉得最难的是我跟那个余生轩。因为我脸上不能有任何正常人会有的情绪跟反应，我觉得这是很难的，因为他不晓得这个东西是爱还是什么，所以他这个东西是他无法去理解，这个在外显的方面是比较难去揣摩的。就你要演，可是就你要面瘫，可是你不能真的面瘫，你不能真的今天完全不做功课，反正我就是去面瘫。最后就只能去面瘫工作，应该是他难的地方，然后就脸部抽筋。我觉得我难的是是方面，没有一开始的角色设定就给我超多病啊，我看到完整剧本的时候我傻眼啊，就他那句说雅斯伯格雏鸟情节边缘性人格抑郁症自残倾向，对，你想要听哪一个，然后想说你可不可以给我一种就好。但其实现在很多人的症候都是被融合在一起，对，所以后来我原本一开始在演之前是觉得很难，因为不能太夸张，可是也不能太过真实，因为这个剧的调性，如果你把它走得太写实的状态，我觉得可能会扣合不上这个故事吧。但你不能乱做，所以就变得去研究各个病状他们的特征，然后想办法创造出一个自己可以接受的。然后在演完之后觉得最难的其实是我们道别人。我其实是某一场，对对对对，某一场下雨的晚上，大概第四季的时候是最难的。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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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说。所以那一场也觉得难。那场，你自己写给我的，你不觉得难吗？都我在讲话。我跟你讲，粉丝已经截图了。第四季真的很难。那个什么别？第四季那时候我们在冰岛看到极光的那一刻，我们四个人都觉得有点难。对。第四季，而且我们一定要真的看到极光这些。我们不是在绿幕看到，我们是在冰岛看到的。
哇，那一场真的好难哦、喔！工作火车去就十几小时。对啊，那身体都有点难负荷、嗯。看到那时候的激动，真的就让我忘记我在演戏了。因为你知道他们在说哪一场吗？你不记得吗？对啊，第四季啊。对啊，我们不是有去冰島？我们就是会去冰岛看极光啊。看极光？嗯。哎、欸，服务员，服务员，服务员。服务员吗？服务员，你可以帮我。刚刚那是导演啊，导演打个招呼啊。导演到后面，哎、欸，你把椅子拉过去坐、啊。打个招呼了，这是导演江江。嗨，大家好。但不好意思哦，导演你不能坐他们中间，你只能坐在瑞佳旁边了。我是大家长的。对，你只能坐在瑞佳旁边了。导演是让我们这出戏那么浪漫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他是个浪漫系的体质。瑜伽那个好吃，真的假的？所以你愿意让导演坐你旁边吗？可以啊，可以啊，对的、啊，这个、你要吃吗？瑜伽会。所以刚刚第四集完了之后啊，其实大家都有在讲，就是还蛮感人，就是第四集就是你们在床，就是在床上面讲出那个幸运，对，那幸运是还是你的那部分，然后还蛮感动的。我好喜欢听你讲那句话、啊，怎么又了？再讲一次、你讲一次好不好？那个幸运还是我的吗？那个幸运还是我的吗？你明明就不是这样讲的，你回家偷练哦。没有，很久那个，不是，没有在床上，第二季的第二季那部分啊。对对对。所以第四集其实床上那部分有一个是即兴演出的部分，就是后来就是把他推倒的，哪一段去推到全部都是即兴啊。你好，没事没事。对啊，就是讲一下那一个，就是因为前面的部分，因为有本嘛，但是到最后其实导演还没还卡的时候，你们还在，就是还是在继续做你们的表演。导演，你知道我说哪一段？知道，对对对对对，就是撞到头，两个接，两个抱在一起。哇，对，对，那场是一镜吗？没有没有没有，好几镜。那一场是好几镜，但是在拍的时候 一路演到后面，然后把它推倒，然后还撞到，还没了。就是每一卡的结尾都不一样，对。然后他们选了撞到头的那一卡，这样子。对。本来那一卡没有要剪进去。对，本来没有。但是其实又觉得那一卡其实反而更真实。对对对。那一场还蛮重要的。对。喝了，矿泉水，矿泉水，口味要，给你，你也要，来来来，要，还是你要导演的那个，你要跟他，不是，什么？还是你要导演的那个仪式？你要我仪式吗？no, 要么那个，要么导演的仪式，大家知道我的仪式吗？还不晓得，还不晓得，不要，仪式我们在第八季的时候会跟大家讲，还不晓得，第八季。那个是个开关的仪式，对，那是个仪式，那是个仪式。对，第八季的时候会跟大家分享。那我们进入角色的一个没错捷径，没错没错没错。好，那如果现在他们会在剧中，如果是首一要带甄轩出去玩一日约会的话，你会带他去哪里玩？那去健身啊，再去起重机啊。我要。一日约会就带他去吃中餐，去海边喝咖啡啊，然后吃点食啊，喝咖啡吃点食。胃食道逆流，然后再把它扛回家。好像不错你扛回家干嘛？你骑机车？我骑重机啊。OK， 所以你会骑机车带他去？教我骑重机。OK， 那你们这一队人会想要带他去哪边？骑 Ubike， 吃汉堡啊，吃汉堡，骑 Ubike， 吃汉堡，吃香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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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辣的，对，香菜，吃香菜，可以哦，就是不吃肉，可以哦，他把我杀了。你要骑重机去哪里？海边，海边啊，喝咖啡啊，海边，北海岸是不是。不一定啊，东边可以啊。你不要一直面，还是你是想避开我们？对，我要避开你。先问一下你们路线。他说，千万不要跟石之田还有周瑞佳在一起。我去东海岸，他们就是去东北角。你们太心机了啦。你刚说北海岸，我本来说哦，那我去南海岸。去垦丁。去垦丁，那就去垦丁吧。他们在。我跟你讲啊，地球是圆的，我们再怎样都遇得到。OK， 啊，近远，近地球是远的。你知道以前说这个事会被绑起来拿火烧，不能讲这种东西。
对啊，你为什么要据点这个话题？那、我是认真的，我知道，我知道，十四年据点了，难得据点王，对，拍照留念，对，值得来在这个瞬间，来我比，哎、欸，我看不到你，我看不到你，耶、，OK。兄弟，我们继续吧。是的，是的，是的，是的。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是啊，没有了。我刚刚得的那一分已经没了，我会再努力的。我们可以再叫肉吗？可以，可以。哎、欸，没有，没有，哎、欸，他怎么没有送进来？不是，你们刚刚叫。还是我们吃完了？哎，不好意思，来来来，我们那个外面那个，哎，来来来，有，你那边下是猪肉吧？你要不要猪肉？他们是猪肉，是牛。没有牛舌吃完了，不是，是牛胸肉。牛胸牛胸这么肥哦？要不要？不是，它不是肥，它其实不是肥，它煮完之后是比较硬的那种。不是，它是完全筋骨。哦，哇哦，这个白色的，哇，它很好吃，你是哪一块？这看起来很厉害，这是什么之类的？在你群下好像，公筷给你用，看起来厉害，看起来厉害，公筷给你用，我把这个送过来，对，群下群下。You。录影。好。哎、欸，我们是不是要刚互动啊？对啊，你在吃肉。啊，对，因为你们都还没有互动到，对不对？但是因为我们现在还在问问题的环节。哎、欸，刚刚那个织田金，哎、欸。织田，刚刚，他现在在吃，他刚刚为了吃，他没有拍到你们刚刚喂那个。没有拍到喂食吗？喂食，对，喂食到野牛的那一个鸭血，对。所以他们说可以再拍一次吗？可以啊。而且觉得你们两个不够甜蜜。那再一个吧。这边有，这边。那这时候换过来之前喂那个。不是，我喂他。你要竭尽所能甜蜜喂他哦。用嘴巴喂。哦，你自己喂。哎，但这个放到嘴巴里面有点难呢。没有啦，我开玩笑的啦。你开不起玩笑啊！我们你说的话，我们都多当真。所以我说的都真的吗？我讲你们的都真的吗？哦，原来是这样啊！原来我讲的都是真的。哦，是哦。啊，不好意思嘞，我以为是开玩笑的嘞。哎，他刀拿住了。我快受不了了。我简单喂你。一起喂。互喂。互喂啊！那不要滴到自己身上。这是一个干杯的样子吗？可是很难交杯啦，我们就互喂好了。这样交杯。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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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那个在我嘴中弹掉的那个是什么呢？是爱。是爱。哦，受不了！可以，赶快可以去吃了，受不了，可以吃，可以吃。不好意思，那个你家可以看到对，什么都没有看到。什么事？你看，你们是他们派来的，是不是？他们鸭血喂饱了。这局是鸿门宴是吗？会吗？不会啊。他们刚刚都吃到一半，说哎在拍了，赶快起来说哎没拍到。我跟你讲，截图 VTV。截图喂你，或者是传给 AirDrop 传好了。对对，各位，我们介绍一下，这是 Iris 姐。刚刚在吃鸭血，没拍到鸭血。赶快刷屏，吃鸭血。讲错话。干嘛？你们想干嘛？我的那个我的挂是谁的挂幕？这个是得意的。好幸运，还是我们的吗？不是啊，那个图书馆吧。我贴在身上吃啊。好啊，你贴啊！我来贴一下，我校友、欸。今天是几点播？十点播吧，应该。啊？今天几点播？前八点。你在播？没有，把球给导演弄上去。对，我累了。播完了。对，我们八点上线。对，我们八点半已经播完了。那么短，对不对？然后导演那个人家问说，导演那个第三季可以唱一点吗？没问题啊，球姐可以唱一点吗 ？VTV 的朋友。VTV 是朋友。可以长点呗。好，哎，那大家有讲到之前团综的部分，你们觉得你们想要去一到绿岛？哦，我有看到有人 po 这个。对，就现在大家就是为了我们，就是因为那一天又有说想去绿岛，大家说团综其实可以去绿岛。哦，一是绿岛，二是五星级饭店。绿岛的五星级饭店。绿岛没有五星级饭店。哦，好吧。对啊。绿岛，所以你们想要去綠島？我想要玩玩看那种，就是我们在五星级饭店玩啊，玩得很嗨啊，然后睡着起来，我们在绿岛那种团综，有没有那种？很有任意门哎，没有，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灌醉，有醒来哦，我们在船上，然后有个船长说你们到绿岛，这是 hangover 的概念，对，最后大丈夫灌不醉他、啊。
他跟他两难灌醉。哦，我很难啊，我蛮容易灌醉，我很容易灌醉，他也容易灌醉。哎、欸，所以他们也对有人问说，那你们就是最容那如果当 PK 起来的话，应该会是谁最不容易被灌醉？他怎么可能？到底是 You 还是 Ray 啊？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别这样，你的手指头是专门给另外一个人的，不是对我们的，好吗？好好好，然后呢，点什么？那我现在没有你，应该是我跟 You， 应该，我觉得是 You 吧，没有，没有了，要看喝什么。哎，但你喝醉会是什么样子？就跟他一样啊，睡着，睡着。哦、所以你喝到醉就是睡着，所以在你还没睡着之前都是没有醉。可以帮我拿一个筷子，没问题。那这个他零我一百。哦，谢谢。哦，所以那都是那 you 呢？你喝醉是就也睡着？我也会睡着。是吗？喝醉睡着？就乖乖睡着。那导演呢？明明就不是。你呢？没有吧？没有醉过。你没有吧？明明就不是。有喝过没醉过？啊？他喝醉很可爱，哪有？有啊，真情流露，对，一直讲话，一直讲话，喝醉，一直讲话，好不好？喝醉的时候就会把内心话跟大家讲。嗯，哎、欸、有哎、欸，连粉连你是水，你要水水水水，连粉丝都有说哎、欸，就好像是他们说今天要那个请又多喝一点，因为那个他们说又喝多一点的时候比较话比较多，然后之前喝多一点，因为你喝了之后就很可爱。喝了之后話就比較少、欸，我上次就有发现你脸红是吗？哦，我很容易脸红。对啊，他看到你脸红，他不是喝酒脸红。每次跟你喝都会脸红。啊，喝啊喝啊！聊天喝水就脸红了，喝水就脸红了。之前，不然我们下次直播就喝好了。好啊，好不好？谢谢。你说什么？就是看最终回啊。下次就是从开始就不讲话，然后又跟。瑞家就是在那边喝，就是、一杯，这种无声房，这种无声房是 Clubhouse 无声房，挂网房。对啊，酒局啊，太扯，蛮硬的，太扯，超硬的，超硬。给你们，真的，你害羞、哦，你想干嘛？你想到时候做什么事？还有东西在拍哦，你想干嘛？还是对给导演？什么东西？什么东西？还有个直播、哦、，IG 的，哦，谢谢哦，两千多了。多少分钟 ？BS 2700吧，现在2800。哎，我没有没有，因为今天 IG 的画质不好，所以请大家还是看 VTV。对，今天 IG 的画质没那么好，大家还是要看 VTV。请大家看 VTV， 只是那边是要看。哎，你有看到有人留言要问什么吗？他们都会哈哈哈，哈哈哈，甜甜太会，有十几个人都许愿呢，就是为什么？就是请又喊子红哥哥。好，你喊他日语、中文都行，为什么？哥哥，为什么？哦，逆商，这样哥哥。哎、欸，为什么啊？里面你最会逛，你台步，我不是最厉害的，最厉害是裸裸。对，最懂的是裸裸。我最懂是裸裸。我是有退给我的，我才会看一下。我是都看，他都看。对他们就是一直叫又要喊子红哥哥，但不能喊哥哥哦。日语跟中文都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就是韩子红哥哥，我不知道哥哥，就是有十几个人这样 tag 哎、欸啊，不知道就喊了，是一个不知道的时候就要喊，因为知道的时候不一定喊得出来。我都是抱持这样的方式在做宣传，就像你的 Omega 一样，有Omega， 就像他的 Omega，Omega， 因为你到底知道的太多的时候，你反而你拿肉给他说哥吃肉，哥吃肉，他说不能讲哥哦，要讲哥，哥哥吃肉，哥哥吃肉了。是吧？你要说什么？兄弟！哦耶！可以，很好。哎，刚刚那个经纪人好像没有拍到照片。哎，没关系。掉下来。我来，因为我们现在越来越热，它就越来越掉下。抢救？这是横的吗？这是直的吧？啊、哦，对，那是直的。那时候你们是正直到，他说这个是横的吗？我说你怎么横？藏宝图啊？不是，因为那一个是你们是直的躺在床上是这样的啊。他不是把你压在墙上，压在床上。其实我们拿到那一张的时候也说他，有说哎这是横的，然后想说他弄错了。哦。然后想说横的。
但为什么字那个 logo 印？拜托，我们厂商那么专业，怎么会弄错？还有什么问题？哦，还有哦，他说那个请那个甜甜也喊一下那个隔壁这位哥哥。哥哥，你怎么喊那么？哥哥，我要吃肉。哥哥，我要吃肉，乖。哥哥，我吃肉，乖，是不是啊？吃肉好不好？让让就是要吃肉啊！哥哥烫，哥哥烫，烫。哎，那你自己的，你处理，你处理。帮我吹，帮你吹，帮我吹。你是你要帮他吹，你给我干嘛？哦，你帮我。不烫了，不烫了。你认真吹好不好？不烫了，不烫。嗯，好吃吗？还要，还要。啊，没有，不要了，好不好？我跟你讲。反正不要知道为什么，就做到完就好。夸张哎！不是你做的很夸张，不是做很满。那你可以用一个比较深情款款的方式喊哥哥吗？对啊，你那刚那个好像什么企鹅哎。哥哥，哥哥，你的给我的肉特别好吃。可是你还要再吃吗？我怕我吃太多，还是留点给你吃吧，哥哥。应该是哥哥吧。哥哥，对，是不是应该？哥哥好，见外。哥哥。哥哥，你喊一下手艺。哥哥，我喊手艺啊。对啊，他也算你哥啊。谁会叫他哥哥啊？去死！哥，欸、他好歹是最强助攻哎、欸。我跟手艺就是，哎、欸，没有他，没有你们。嗯，没有他，没有他，没有啦。我意思，我跟手艺已经就是太熟了。对啊，太好了。表哥表弟，我们两个私下讲没什么好话。哎、欸，可是我真的有个小疑问，嗯，请说。你真的私底下就叫他本名？三个字这样，对啊，他也是叫我。因为那天我跟他在直播的时候，他们说你公布答案，就私底下昵称竟然就是本名三个字，是吗？你说你跟很亲密的人都叫三个字，可你每次都叫我十字田，所以你跟我很亲密喽？啊？没有，是你不要装傻，是你很讨人厌的时候我才会十字田，十字田，好吧，这个是在重要的时候用，好吧，我懂了，我懂了，十字田，那就不问了，嗯。要小心点啊！我相信你哦，你不能骗我哦，会天打雷劈哦。骗你什么？他觉得你现在就是在昵称他。你到底会不会真的就这样昵称？嗯，真的就这样叫他？真的啊，我真的是叫他本名，他也是叫我本名。好吧，不好玩，吃肉。怎么会不好玩？哥哥吃肉。哎、欸，有人问 Sam， 就是子宏，就是当初你在就是你有说过。在三十岁的时候想要尝试导演身份出道，这有吗？三十岁还没到导演哦。我是说三十，你该不会第几季的时候想要自己导了？我是说自肥，我有这样，而且这是韩国粉丝问的。然后就用眼高，韩国粉丝应该是三十岁是一个的那个啊，那个临界点吧，我感觉。你说如果要当导演的话，不是就如果我做目前。这个没做好，就是、以目前对没做好，就我就要另寻他处了，这样。然后他处就是导演，也不一定啊，也是可以种田、采采花之类的。啊也蛮好、啊。种农夫嘞，种我、啊，我种你还种你？你想种我，我知道。我还吃豆腐，你喜欢吃豆腐吗？啊，吃吃。他喜欢吃豆腐。因为你烧不烧？哎、欸，你知道他什么时候不收的这一个吗？我知道啊，就说你有看到吗？刚好可爱，就直接被 Q 了。我有看到，我有看到。Q 人的还这么骄傲？因为前面我居于劣势，哎，所有人都说他比我 man 哎、欸。我操，这样子，蛙跳。对，你就跳下去了。没事啦，没事、啊。我觉得你跳的特别好看，姿势特别好。喜欢你跳。对，我喜欢看你跳。哎、欸，你不要这样欺负他，他都不知道在讲什么了。我说你的姿态啊。姿态那个肢体那个感觉特别好。你的肢田吃饭吃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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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欸，可是那一次的你们的试戏，就是之前的试戏拉出来了之后、嗯，就放出来之后，大家有在那一个晚上讲说石之田你很 man， 当然啊，就是粉丝都有说对你真的很 man。拜托，我私底下也是很 man 的哈，他都硬来啊。对啊，哎我。用言语难以表达我的 man。哎、欸，那讲一下，就是那一场试出，大家其实都在问说，哎、欸，你真的被，我说你真的被他这么直接、这么小只的用力冲撞上来，嗯，那你感想怎么样啊？你的感受怎样、啊？你被我冲上去的感觉怎么样？需要怎样？
哎、欸，在那个之前你们都没有第一次碰面，第一次碰面，而且是第一次碰面吗？对，嗯，我之前看过瑞嘉的作品啊，你看过哪一个？算不是哪一个？是哪一个？可是我都看片段哦，剩下有看过片段，然后那个唯一。危险者，嗨嗨嗨，豆狗，你导的、哦？那我跟他、啊，我不知道，对啊，原来是你。失敬失敬失敬，哎呀，久违久违久违，哎呀，对，应敬应敬，先干为敬，来来来来来，贵姓贵姓贵姓？原来就是你，哎呀，久仰十字天大名，该遇见的总会遇见啊。啊，干了、啊，好了，你先让他回答他的问题。对了对了，回答你的问题。我吓到、啊。哎、欸，可是就是第一次试戏的时候，其实我觉得那个碰撞是舒服的，因为我们两个情绪都很满，所以当他这么用力的撞我的时候，其实我没有想太多，哎，我就是在那个情绪里面，只是后来回头想一想，哎、欸，蛮舒服。没有没有没有，因为试戏那一场。他很用力的亲了我一下，对，所以那场我还记得。你有想到他压上来的时候会亲到吗？所以所以那场戏演完之后，我就回头想，他刚好亲我，是不是？他有亲、欸，真的有亲到、欸，有有有有。我说如果你伸手，我就把舌头咬下来。是真的有亲到，吓到了。对，因为我可能以为就是只是稍微避一下这样。嗯，然后他是整个情绪冲上来的时候，觉得我都来真的，没在藏的。对，可是我觉得那个东西是很好，因为我们两个人之间的情绪是有在互动的，而且都接收得到对方的情绪。嗯，所以那时候我们讲完故事之后，有把你们就是你们都有进去自己聊了十分钟嘛？那十分钟你们在聊什么？没有啊，哦，你说我们，哎呀、啊，哦，你说各自吧 ，action 前，对对对，我们没有聊天诶、欸，你们没有聊天，我们只是各自在那个空间之后，我们哦，你们没有聊天，嗯，哦，也不能聊，那个聊了就不好玩了，嗯哼，例如说我如果告诉瑞嘉说，我待会真的亲，或是我待会用全力把你抱住，其实瑞嘉的反应就不会是先轻轻睁开，哎，没有。用力又更用力，就不会是这个。嗯，所以那时候你有真的觉得说，你这么小只怎么还真的？就是他真的是卯足他全身的力，那个力气，然后。其实最后瑞嘉真的用了很大的力气才把我挣脱。我是真的有感受到他真的，那十二年他不断的在找我。哎，所以后来就是他亲了你之后，你真把他推开那一下也是很用力。也是真的，是啊，是真的、啊，也是真的推，他快飞出去了。我就说啊，那粉丝不是问说，如果他是那个。收苏毅，然后他也很高士的，那个状况就是他会一巴掌，他就飞出去了。收苏毅，收苏毅，喂，哎，导演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刚不想用全力。好，我们再一个。不是不是，他已经挂急诊了。好了，我明天再拍。对，因为我们就是讲说，譬如说沙发戏啊，如果真的是他是那个对家去摔人家，不知道摔到哪里去了，就要摔一下，摔到沙发下面，沙发穿透。没有，那拍法就不一样。哎，那在试戏的时候，子红，你们试戏的时候，因为我们讲过内容之后，不是你们会到房间里去聊个十分钟，那时候你们也是互相不聊吗？互相怎样？不聊。互相你们聊天、啊。我记得你们有聊、啊。你们会聊，还是跟对方要电话？你记不记得那时候我们？我跟你讲，要电话的是谁？罗罗。后来他们第一次试戏完了之后，罗罗不是跟你就应该有，你们就已经很像、哦。我有感觉到，我有感觉到。这个就很朋友。想得到吧？我感觉到。对啊，就很朋友。我是说，你们两个试戏的时候，就是我们不是有先聊完了东西，然后让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剧本的部分。嗯，你那时候有聊过什么吗？你们有进去讨论说我等一下应该会怎样？没有哎、欸，我觉得。那个时候只是走一走台词而已，走台词而已。我讲太多的话，东西都不真实。哦，也会跟他们一样。嗯，就直接来。哎、欸，那问一下导演，就是很多人也在问说，你们两队试戏的状况跟真实演出的状况其实差别很大。对，因为试戏的时候，那时候都还没有剧本嘛，我们真的只有一页纸而已。对，所以其实用这样的东西去呈现出来。但是真的在拍摄到那些桥段的时候，其实我们都已经进入到很深的内容的部分，但大家都很喜欢后来这种比较内敛的方式呈现。导演要不要聊一下？哦，我觉得因为他们演得出来啊。不要看着我，来看镜头。来来，重一看。终于看到你害羞了，你害羞了，你害羞了，就是脸红了。
要不然我讲。导演很少被 Q 看镜头，有没有？对，我要看镜头。对，就是他们在演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有时候讲过了嘛，感情这东西不是要一直讲，或是一直演，有时候要用一种比较内敛、含蓄的手法。爱就不见得要挂嘴边啊，对，爱就不见得一定要干嘛的。所以我觉得内敛的演法看起来会更有味道。有内敛的这个部分，好像大家都很喜欢。就我刚刚跟瑞嘉都有聊到，就是可能有时候真的只有一页纸，看镜头。有时候真的只有一页纸，然后要让你试镜的时候，你也不知道前因后果或者怎么样。演员去试的时候，真的会想办法让自己的弹性是更大的，因为会希望让你们主创看到的是，哦，我们能做到这样，然后所以我们要收是可以收的。因为我们就在讲，如果我们一开始试镜就走一个非常含蓄的做法，搞不好就、就是你们有演吗？对吧、啊？就演完了。你们刚不在对台词、哦？那其实这样子啊，其实演员是加法，导演是减法。对啊。有那时候有导演有讲过，就是他怎么样在加法减法东西去，真的是就在拍戏的时候再去塞给大家。对，是的。那这以前是。你可以吃这个海鲜丸还是什么？海鲜丸吃一个，我们都吃过。真的，我要吃这点味的。你要我喂你？对啊。有人在问说，请问一下，片头，因为我们片头前阵子也试出了嘛，前天也试出。你们大概记得自己在说什么悄悄话吗？悄悄话。他们两个现在说，你可以先问他们两个。他们两个说很久。对，我不晓得。你们片头是说什么悄悄话？就那个对。然后你们在笑得很开心。没什么悄悄话，就是平常讲的一些话。对，平常都讲些什么话？没有内容的东西。没有，真的没有内容，真的没有内容，真的没有。那你们两个嘞？我们两个没讲话，没讲话。我就是过去挑逗钟书义啊。没有啊，第二季的片头，我们两个没讲话吧？对，你们讲没讲话，但大家问说，在研究物理啊，然后问对，先物理，然后后来被牵着。走出来，大家觉得那一段超甜蜜，但是呢，有一个啊，他把我拉起来之后，他叫我看镜头，要拍照了。对，那他中间有一个你甩开他的手，我吃醋啊，那你吃什么醋？因为在故事里面，他就是一直让我误以为他跟高士德之间有些什么猫腻，所以我就吃醋啊，我就觉得他不在乎我，只在乎别人，都怪别人。吃肉，我吃肉，哥哥我吃肉，哥。哥哥，那之前有人问说视频的部分，那个 you 对于拿筷子的部分非常专业，请问一下，你觉得这里面谁拿筷子是标准的吗？我不是，我拿筷子超不好的，我拿筷子会指人，会被骂。是真劝吗？子红啊。对啊。我还以为子红要拿刀出来。哦，没有。正确。打一个正确，导演的也不正确吧？对，有一点不对，我不正确啊。导演也不正确。对啊，你好正确哦。所以你们里面有人会用左手拿筷子吗？拿，我都会，不会用而已。夹，我就不太会。夹嘛，就是要拿左手夹东西出来。是羊肉。而且我还有各种拿法，还是要试试看。你要吃啊？好，那你试试看。因为有人说你同时间训练大家用左手拿东西，它其实可以让脑子的那个。夹鸭血，左右脑平衡。对，左右打开来试，来夹鸭血。你是豆腐啊？子龙，你很贴心。鸭血太难了吧？鸭血，加汗加汗，又加汗。你用左手夹鸭血。不能掉到杯子里哦。导演，你要用左手。我用左手。左手很难呢。很难呢。左手不行吗？可以。你看，然后你要用左手喂子龙吃。我一直抖，一直抖。你好抖哦！你们甩到我脸上，就打了你满脸。是要刷？来，我交给我交给 you。左手不行。哇，欢迎加入左手俱乐部。那就左手男团啊！左手男团。好，让你用左手就好。对啊。所以那时候试戏的那个试戏完了之后，知道是对方确定一起搭档演出之后，你们有什么样的感觉吗？就觉得对啊，就是他，选对啊。那你们呢？啊？怎么沉默？你们呢？我们、那他先说，他先说。
要不要还讲那个小确幸？就是比较紧张的。为什么？因为他差点把你杀了。因为也就是虽然是演起来是很有感觉，但是因为那时候的印象只是蛮严肃的一个人。哦，对，蛮严肃。谁？我说你。怎么可能？子豪。误会了什么？欸、他真的不笑不，然后不喜欢直接乱讲话，他蛮严肃。是吗？那好啊。他脸蛮凶的。是的。没办法，我只能这样了。嗯。对，就是。知道就是他。是他。嗯。就。蛮好的、啊，蛮好的。嗯，我觉得。非常棒。就是周树毅，如果他演的话，感觉应该会是另外一种感觉。嗯，那个时候接收到这个讯息的第一反应这样。然后，最近有就是我们今天就是很多韩国粉丝成立，好像因为你们后援会也成立了。哦，是哦。对，就是又跟、嗯、跟 Sam 后援会的部分在韩国。可以的。不是，是又跟。又跟那个的各自的后援会，但我不知道他那个什么德意的后援会有没有成立，但是所以今天好多好多韩国的粉丝进来问，你要不要跟韩国粉丝 say 个 hello？ say hello， 안녕하세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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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유입니다，네사랑해요，반가워요，사랑해요，맛있어요，먹고싶어서미안해미안해수고하셨습니다미안해가지마가지마辛苦了你会讲吗수고하셨습니다수고하수고하셨습니다수고하셨습니다你为什么会讲因为我去韩国拍过哦哇来自 international 是你那我们请导演代表下跟韩国粉丝讲一下啊我不会都忘光了快点了快点快点我只记得那个你把能讲的事讲讲那个唱韩文饶舌都过去的事哦第三季再给你唱第三季告屁事你 rap 担当欸对啊我只是舌头比较灵活而已啊哎呦哎呦然后大家在戏里面觉得有没有觉得对方最帅的是哪个场戏？哪一场戏？他最帅就把我扛起来啊！我觉得超 man 的，因为他扛起来超级不费力。但你被扛了好几次哎、欸，好几次，好几处、啊，好几处。那你觉得哪一处比较好？每一处都很舒服啊。没有了，我自己觉得最帅的扛是那个在河堤边那次啊，因为他那次超帅。那个。打架嘛，对，打架那个，你是哪一个？就是你要不是你要跟着他，然后他生气转过来指你。哦，他说的是那一场他没有扛我，那场没有。就后面我拿酒瓶，他对酒客的时候。对。就是跟张瑞佳弟弟演戏的那一段，他不是就拿着酒瓶。哎、欸，各位要解答那个瑞佳弟弟是左边那一个，戴帽子那个。戴帽子那个，因为他们一直问说到底是右边还是左边，然后他们就猜白色那个。对，其实两个都有，他们又讲说，哎、欸，很像，那到底是哪一个、啊？其实两个都有像的地方，戴帽子那个，戴帽子的瑞佳弟弟 ，OK， 最不像的就是我弟弟。哦、所以你觉得那一场他扛的部分是他很帅，很帅就对了，帅 ，OK， 嗯，那你们觉得嘞？哎、欸，你有讲他的吗？哎、欸，那你有讲他的吗？那你觉得他最帅的时候什么？好好讲啊！你有最帅的吗？有啊，最可怜的吧？为什么他没有最帅的时候？啊、还是有帅的时候？啊、有，或者你心动，会觉得说啊，他心动，应该是我帅的时候。没有，应该是，最刻在你心底的那个。十二年之后他抱住我的那个第一场，嗯、在河堤那边，我等你了，那个，你觉得我那样很帅？为什么？那我以后知道怎么样你那个情绪跟肢体是最直接的哦。对，不然他平常的话就是。在旁边，然后就是楚楚可怜，就是他抱住你那一刻。对对对对接受 ，OK， 那换你们两个了。你们，你干嘛找蚊子、哦？没有，还是你在找他帅的地方？还有一场，哦，还有一场，酒客啊，拿酒瓶啊，
哦、oh, ，Nathan， Nathan， 黄伟翔蛮帅，那个来啊，我差点就冲上去了。哦、oh, ，那时候我排戏排好久、哦，我怕你少了一个弟弟啊。你排戏排很久、哦，因为是动作戏啊。哦、oh, ，对，怕你受伤啊，那、啊、是玻璃瓶啊。因为那场突然变成有点，对，就是剧本本来只是很简单的，对，有点脚头来的啦，你应该很习惯呢。所以我就把他排动作戏啊。那就等于是那个，如果我挂动作指导，就是江江了。对啊，差点要讲义气是。那不是我拍的，那不是我拍的。哦，对，那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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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一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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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你们呢？要不要共用？这个吧。嗯。哦，他打气球那个，嗯，射他。对那个。哎，但是那已经，那其实第一天拍的。对，第一天。对不对？第一天拍的时候你就会有。哎，那个镜头是谁塞的？你。来来来来来来来！其实最会撩的人就是导演了。哎呀，这世界很简单。这个不跟你难得是遇见，不行。对，我天哪，你到底藏了多少这种话？好，所以是夜市那一场。那用你觉得？你觉得？嗯，把你摔到沙发上那一场。那场我也蛮喜欢。泳池，你抽筋。他后面。坐在那个船，然后你是一个很幸福的人的那个时候，我觉得蛮舒服。你是很幸福的人。他说：“你知道吗？你是一个很幸福的人，是不是？”嗯，喝醉了。嗯，喝醉了。那一句讲那一句，就坐在那边说：“那你知道吗？你是一个很幸福的人。”那一天，嗯，就是他已经坐到另外一个沙发。对对对对对，然后已经，然后放下来。对，那动作喜欢，下次就要用起来。下一部戏就。学起来，明明就没有那句台词，自己加。然后我就在那边，你在那边傻的，神经病。以后你每一场就都。别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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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啊，可以啊。好，然后你们里面有谁曾经对谁撒娇过吗？嗯，就是又吧，又每天都在对他撒娇啊。但他不觉得那是撒娇啊，对啊，就是不觉得还是啊，就无时无刻都在撒娇啊。对啊，谢谢。你看，怎么就算了？你为什么往那边跑啊？怎么？所以那之前没有过吗？我很少，我那么 man 啊？有有对啊啊啊啊！我们今天不讲角色，讲人，那还好啊啊啊！没有，那不讲角色，讲人哦。啊！这一拍不错，这一拍不错。来来来来来，看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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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谁最会撒娇？我有对你撒娇过吗？没有吧？几乎没有，好像没有。太没多少。直接讲，几乎没有，几乎没有，直接讲，有撒过一次啦，就是那个 A G 摄影师小仓那一场。哎，宇晨轩，功课不错啊。对，那个眼神是撒娇啊，有啦有啦，那个眼神是撒娇，想要博取一个对认同认同认同，对眼神是撒娇。哦，然后有人问说，请问一下表哥跟表弟，为什么你们都有一个动作是很习惯会去摸脖子？他们就是表兄弟啊，啊注意，就是、他们还有个习惯动作是喜欢把对方扛起来。同一個没有啊，他只有你扛，他没有扛。他是抱，还有扛，他是抱，他是抱。那是因为他没有，他没有这样倒下去，不然就扛了。他这样撑在那边。哦，对，就是你他抱起就胃痛抱起来那一个，刚是的，你在想干嘛？刚是的，是烧焦了，对啊，烧焦，有焦我小一点，哎，关起来你们都没有把它捞一捞？有啊，有啊，我有一只表，我先把火烧掉，好，谢谢谢谢，焦点，要把先把肉捞出来，好，你刚是放一堆肉。我都捞了，肉都捞了，我都捞了，先来救他，肉救援了，对，我都捞了。是，哎，请问在吃火锅的时候，你们会像刚子红一样，就是整团肉都放下去，还是会弄一片一片去算的？我是会一片一片，你会一片一片，我说一片，我当然要。然后又呢？一片一片，一片一片，导演呢？一次放。我挺他，对，刚叫我一次放是，就是你，没有啦，状况不一样，一般是一片一片，刚刚是一片一片，他是帮我们煮，他很贴心，对他一次下他帮我们煮，因为他一直捞一直捞，对他很贴心，他一直看你们在吃，就一直笑，一直一直捞给你们吃，一直捞给你们吃，我来喂，你们搞喂，来喂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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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先吃啊，来，选一个，一点小心翼翼啊，一点小心翼翼啊，哎，你这样选谁都不对，谢谢谢谢。神经，
好吧。请问一下，现实当中如果真的有魏守一，就是如果真的有于真轩这可怜的少年，问题少年一直在追求自己，你会吓到还是会逃跑还是会接受？现实中哦，现实中吓到，会吓到。那你会逃跑还是会接受？超会打，也不会逃跑，可是会观望一下，想要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会关心呢、啊，也会关心。逃跑倒不至于，逃跑太伤人心了，而且那么壮，对啊，要跑也是我跑。欸、你真的是你贴心呢、欸？没有，因为我离那个比较近。你人真好。我打火锅呢。来来来，然后有人想要知道 you 的腿围啊？腿